小平同志，你看，那边就是正在建设的深圳大学校园。这个办学规模多大？啊，计划办学规模是4000人，办学的层次由学士、硕士到博士三级提升，目标是建成一所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目标太小了，可以再办大一些。这个特区嘛，是需要办一所大学，但是要办成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是的，是的，我们一定努力。市长，我们今天参观完大学之后啊，后面还有什么参观的项目啊？小平同志，是这样的，考虑到这几天连续参观比较辛苦，今天参观完深圳大学以后呢，咱们就原路返回休息了，你看怎么样？为什么要原路返回啊？原路返回比较近，你可以多休息休息。既然有路就往前走嘛，我这个人呢，不大喜欢走回头路。好的好的，咱们听小平同志的，不走回头路。哦，对了。哎，我们现在车走的这个方向是往龙岭村去的那个方向吗？是的，是往龙岭村方向去的。那好，我们去那里看一看。好吧，去龙岭村。池塘都是鱼啊！改革开放以后，你看我们这个村过去400多人，现在已经1000多人了，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儿打工。哦，房子里面他们都租住我们的房子，这村民的收入啊，一年比一个台阶往上升。现在村里养家禽的人多吧？有50%都有家禽。我听说，哎，还办了养鸭子的厂，啊？这很多很多养鸭专业户，养鸡专业户，养鱼专业户。哦，这是你家？哎，请。家的院子搞得这么漂亮，喜不喜欢呢？喜欢。房子什么时候建的？去年吧，去年刚刚竣工。啊，周围的房子都是啊？这房子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盖的房，家家户户现在基本上都住上这些小洋楼。哦，家里更漂亮了。这里是你看，电冰箱、洗衣机、大彩电都有了，是应有尽有啊。您请坐，好，好，大家请坐。哎，好好好好。来，坐到这里。都在做实验了，读书呀？读书几年级啊？初中一年级还是初二啊？初二。初二了。学校离家里远不远呢？不远。那全村的这个跟你一样的娃娃都上学了吧？对啊。那好。我问你啊，现在你家里啊人均收入是多少？我们家一共3口人。嗯，去年一年收入是18000，月均到每个人头上500块钱。哦，小平同志，比你的工资还高。比我的工资高啊，那就对头了。嗯，我问你啊，这个村里头的村民呢，现在这个富裕程度这个比例是多少？是你一个人富啊，还是全村绝大多数人都开始富了起来？咱们村像我这个情况啊，嗯，大概是70%以上。70%。对。嗯，建立特区以后，咱们利用跟香港邻近的地理优势，和港商合作，搞燃料加工，搞运输，搞餐馆、餐厅，集体经济啊是一年一个新台阶，集体富裕以后，
首先让村民们改写到小洋楼。大家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呐。是啊，是啊，应该感谢党中央啊。对，是啊，是感谢党中央的富民政策让咱们富裕了。嗯，村民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啊？没了，没有了，没有了。不对，你没有跟我说真话啊，你还有话在肚子里头，我希望你把那个话说出来。那我就讲真话了。嗯，邓主席啊，大家又担心一件事儿，中央的政策会不会变呢？是啊，是啊，会不会变？是啊，是啊，是。我告诉你，变是肯定的，只会愈变愈好。好。市长，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小平同志也立刻升任几天呢，我们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好是坏，难道连一句话都没有啊？是啊，就是给个批评也好啊，不知道大老人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评价咱们深圳呢？大家先别急，夏沫同志现在和小平同志在一起，一有消息他会马上打电话通知我们的。啊，再等等。外面放鞭炮啊。是啊，这不是要过节了吗？嗯，老爷子啊，这趟深圳之行您感觉怎么样？心情愉快。您倒是心情愉快了，那夏沫同志还有深圳的同志们都上下忐忑着呢。这深圳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您总得说句话呀。到该说的时候啊，我自然会说。离开深圳那一天呢，我就想好了要说这样的话。情况怎么样？小平同志提词了吗？提了，提了。小平同志提词了。小平同志提的什么？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小平同志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小平同志提词的落款时间是1984年1月26日，也就是说，他老人家在离开深圳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要写什么。今天请大家来谈一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首先啊，我要明确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小平同志，我要给你鼓掌。我今天啊，能睡个好觉了。好好，仲勋同志说他能睡个好觉了，这不是吹的。前个时间，对于建立经济特区的议论呢，沸沸扬扬，褒贬不一。我这次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啊，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现在相当快，他们提了一个口号，说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特区是个窗口，是个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个对外政策的窗口。小平同志啊，看来你这趟特区之行收获不小啊。应该说收获颇丰。特区建设的成绩，他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要改革开放，胆子较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你看准的东西啊，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啊。所以我们农村的改革是如此，城市的改革也是如此。深圳成功的这个经验和成绩，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那些有些担心的人了，特区是姓社，不是姓资。我这次特区之行呢，更增强了我的决心。现在全国只有4个经济特区，显然是不够，要多搞几个沿海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嘛，以点带面，这样啊，就能加快我们改革的步伐。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1984年3月，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随后，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暮色中的工厂已散发着光芒，列车飞快地奔驰。我回来了。回来了。这儿那么高兴啊？我今天有个重要任务，晚上回来聊。哎，对了，冰箱有条鱼，晚饭你自己安排吧。啊，走了。哎，等一等，拿着。你回来就是好，还有鸡蛋吃。晚上见。快走吧。走了。Thank you.
们，先生们，中国有句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两年、22轮艰苦细致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在这里，我要感谢全体中英双方代表的辛勤工作，感谢撒切尔夫人，感谢杰弗里豪先生，感谢尤德先生，特别要感谢英国驻华大使柯里达先生。This is an amazing moment. I would like to use a Chinese idiom to describe our negotiations, and that is, all good things must endure many setbacks. As a witness to this historical moment, I believe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 Hong Kong issue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China and Britain will set a new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resolution of historical issues peaceful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Chinese negotiators, to Mr. Deng Xiaoping, to Mr. Tian.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举起酒杯，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祝福香港的明天更加美好。干杯！日本前外长伊东正义先生。好。日本前众议院副议长岗田春夫先生。好，欢迎你。我们认识啊，齐立阿姨的事情，好久不见，好，东京大学校长向访能先生，哦，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两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石井谦一先生，你好，跟江崎林宇奈先生，哦，好好好，好，欢迎你，欢迎你，嗯，欢迎各位啊，啊，来，我们先坐到，我可以给他三云奈上，嗯。看到了，大家都来了，那是一个很大的盛会啊，来了很多有名的人士，这说明呢、啊，我们这些身处亚洲的国家，啊，包括日本，啊，我们是能够很好的团结，很好的和谐共处的。この方面について、岡田先生は多くの感銘を受けておられます。岡田先生より党主席に一つご質問があるのですか。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哦，岗田春夫，我们是老朋友嘛，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就不要客气了。党主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先生。私は中国の発展について期待と興奮でいっぱいです。私は今一つどうしても知り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れは党主席が唱えられた中国特色社会主義についてのことです。この名付け親である党主席からぜひご意見を伺い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岗田春夫提出了一个大题目啊。首先，我告诉你，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是历史的选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斗争，经历了长期的不断的探索而做出的选择。自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国啊饱受了西方列强啊，也包括你们日本的侵略和欺辱，使得我们的人民长时期以来啊这个生活艰难困苦啊，整个国家混乱不堪呐、啊！100多年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啊，非常焦虑，如何救中国？大家呀、啊，都在想这个问题，都在为此去进行奋斗。但最终，我们找到了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并非是哪一个人的想当然，这是我们无数前辈、我们无数的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苦苦探索，甚至于流血牺牲献出的生命
而最终找到了一条使我们这个国家不再受欺辱，不再受侵略，能在国际上平等相待这么一个道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呢不完全清楚。这个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啊，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不可以这样开挂？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总之啊，我们所做的工作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投資席、社会主義について斬新なご意見を伺いまして、我々は見聞を広めました。这个是经过我们长时期的实践呐、而得出的这么一点感受。大家都知道，中国啊，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要实现现代化，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定的目标啊，就是在20世纪末要实现我们的人民平均生产总值10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这个对于你们来说是很渺小，但是对于一个有10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要下大力气。裕福な生活。党主席が大平首相との会談の際にもおっしゃっていたことを覚えております。啊，对对对，看来冈田村夫对我们的发展还是很关心呐、这个小康社会啊，如何实现？我们现在提出了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要改革开放，这个是一场革命。改革啊，首先要改革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总之了，凡是阻碍和不利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阻碍不利我们老百姓生活幸福的所有制度都要改革。这个决心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下死了的，很久不变的。开放嘛，就是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了，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那些优秀的技术和经验，利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人类先进文明成果。这个总而言之啊，我们今天和将来的努力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国家富强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好起来。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穷了，我们的人民生活幸福了，我想对世界、对人类来说都是好事。对你们日本来说，我们是邻居嘛，更是好事啊！现在，中国と日本は経済上お互いに欠かせ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この情勢は、党主席が進められた改革開放の結果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我们可以。也应该很好的和平共处，福利共赢嘛。実際に日中だけではなく、世界も含めて、党主席が唱えられたこの新思想の恩恵を十分に受けていると感じております。我们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么一个提法，但是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呢。是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我们改革开放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全体的人民都受益。如果说只让少部分人富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没有明显的提高，那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啊，是要消除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了，那我们必须尽快的把它消除掉。总之，
我们做的工作是为我们所有人民的。10億人強が裕福になる、これは難題ですね。是啊。所以说，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个相当长的过程，要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是能够解决好共同富裕这个人类还没有解决好的历史难题。这是我们决心，也是我们的目标。私は党主席がおっしゃるこのお話は必ずや実現す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这就是我们的构想啊。我们把这条道路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了，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不断的积累经验，不断的找到新的办法。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充满了信心。我希望啊，日本和我们中国两个国家要好好的互相支持啊，互相帮助啊。党主席、私の質問は以上です。お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社长。啊，小燕啊。社长，您看，《瞭望》杂志刊登了我这篇《邓小平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海内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这两天啊，世界各媒体对这个可真是好评如潮。嗯，这是预料中的事情的。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了中国。是啊，这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份国庆贺礼了。当然，这也是邓大人给全世界的一个大礼呀。哎，小燕呐，这次任务你完成的不错，我要给你记功。急功就算了，社长，我能不能早走半个小时？这怎么行呢？你现在是挑大梁的，一个人盯好几个人用，早走怎么能行呢？啊？可是社长，我今天是……哎呦，我……是与建国有约吧？您真是神仙！那好，看在夏沫儿媳妇的面子上，今天呢，我就放你一马。谢谢社长。社长，这样。社长，社长，社长，晚上有奥运会的比赛，让大家早点下班呗。啊？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呀？哎，现在中国是几块金牌？13枚了。哎呀，今天晚上是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的总决赛，如果再赢一枚，就14枚了。哎，下班，下班，下班。给中国队加油！好，加油！结婚，燕子，我是真心的，嫁给我吧。你说心里话。愿意嫁给我吗？
接好了，中队在拍球，您的发挥好，现在中队再从进攻拉开，再说您的后排防守很严格，下一个哪里接起来，跳开门再来控球，中队现在进攻，进了，要中国队加油。就差一分了，怎么着中国队也赢了？那不见得，这个美国队啊厉害得很，他现在换上了个叫什么？海曼，海曼，海曼，这个姑娘啊厉害。你看是不是？这个美国人啊他厉害，中国队这个时候啊应该停下来休整一下。这就对头了。都是紧张的要命，我得喝口水。我们来为中国队加个油吧！啊，好，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开始了，开始了，加油！开始，加油！开始，加油！开始，加油！现在每个队发球，每个队现在八号马杰斯发上好飘球。中队现在把球接好，中队现在传到三号飘球。地球掉长了，现在换马球。中队发球，中队拿到发球权，现在比数是发球权回来了。稳当，这是个机会啊！14米9，中队发球，中队发球，每队一传把球接起来，每队现在是快球，中队拉了以后后排把球接起来，中队打好这一球，这是刚刚快球，每队建功了，中国队15-9，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运动员呐、啊，了不起啊，硬是顶住了。所以说啊，他顶住他就胜了。来来来来，我们的运动员了不起啊，为他们呢以茶代酒庆祝一下。哎，等等等等等等，老爷子，那你说今天咱们国家发生了那么多大喜事儿，不该一块儿庆祝啊？那你说一说什么喜事啊？哎呀，老爷子，您这是考我们的是不是？我是老大，我先说。您看啊。我们国家自从深圳这4个经济特区以后，今年就已经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您比如说大连、秦皇岛，还有宁波。对，宁波。您说这算不算好事啊？算呐。就是中英草签联合声明，成功解决香港问题，这肯定算是大喜事吧？这个是特大的喜事。我们取得了奥运会金牌0的突破，那还有女排3连冠，你说这算不算吗？这必须得算。对呀，当然算了。再过一个多月啊，就要迎来建国35周年的庆典，还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呢，这个应该算吧？你说算不算？算。所以啊，咱们以茶代酒啊，为了咱们国家的兴旺发达，来干杯！兴旺发达。你给个兴旺发达干杯哟！干杯！哎！是不是？你嘚瑟的，就像你要结婚。人逢起事精神爽嘛，你不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吗？是头越来越年轻吧？反正你每天不损我两句，你心里不舒服。自从我染头发之后啊，你每天拿这个说事儿。好好好，不说事儿，说点正经的吧。孩子们结婚，你打算送点什么礼物啊？就是啊，你怎么想？我在想啊，这些孩子们不管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很优秀。要不咱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套世界名著怎么样？送书啊？书很贵的。主意还行，但是光顾着孩子们的思想教育，是不是也应该来点儿什么呀？送点儿实在的、实际的、时髦的。那你说送什么？不知道。
来，谢谢大包干。来，哥吃啊。来，玉茹。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哎，谢谢谢谢。是啊，恭喜你们啊，建红也越来越漂亮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哎，金锁，你说那我是应该叫你哥呢，还是应该叫你姐夫呢？当然是应该叫姐夫了。那凭啥呀？你看我姐还没结婚呢。我们已经领证了。小贝啊，我说你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是怎么当的？人家已经登记了，就是合法夫妻了，你懂不懂呀？我懂，妈把新房都给你们俩腾好了。建国，这新房不是给你准备的吗？嘿，你瞧，哪儿都有你的事儿。建国，你也要结婚了？快了吧？我这不是为了追赶你们的步伐吗？我都准备好了。就看人家姑娘同不同意。你们呀，早点把事办了吧。哥，咱们进去说吧。啊，好，走吧。哎哎，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想当我姐夫那么容易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对，金锁，看你怎么过小妹这关。我这小姨子，伶牙俐齿，最难对付。幸亏啊，我早有准备。小妹，这是笔记本，这个。是派克钢笔，一定要好好学习啊！好吧，谢谢姐夫。我可过关了，勉强过关吧。青酱肉丝啊，炒青菜，这准备的很丰盛啊！感谢你热情款待。当年啊，你请我们吃涮羊肉。我们云南知青这辈子忘不掉，举一辈子。所以啊，今天啊，必须安排的比你那次好。好，好，好，来，金酱肉丝啊，尝尝。大叔，你这诸位，来来来，我哥们们、姐们们，今天我们大家啊，欢聚一堂，有三件喜事儿。这头一件喜事儿啊，就是我们的刘金锁、夏建红这对鸳鸯，历经磨难，棒打不散，现在终于走到一起了。这次来北京看望父母。也算是旅行结婚，让我们衷心的祝福他们。来，干杯！来来来，谢王姑娘啊，谢谢谢谢，来，掌声为此啊！谢谢谢谢。现在我宣布这第二件喜事儿。哎，那边，我还有一件喜事儿。你说，我跟建红这次来北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李渊村从过去的讨饭村。到今天成为举世闻名的改革村、富裕村，这都是沾了邓小平同志的光。我跟建红作为农民代表，即将参加国庆35周年的游行，给全国人民报喜。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提议为这个可歌可泣的时代干杯！来，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来，干杯！干杯！来。说刘金锁，你这讲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建红，你教的吧？哈哈哈！我宣布这第二件喜事儿，这件喜事儿啊，就是我们的夏建国同志升官了，即将走马上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可喜可贺！我们也敬他一杯。来来来，建国同志，田园先生，各位听我说啊，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呢，你别急着替我宣传啊。此时此刻呀、啊，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不过呢，这件事儿我还在考虑当中，没准还有变数，所以呢，哎，田园，你那个什么，你还是先说你那第三件喜事吧。什么呀？我们还是喝酒吧。来，祝贺你越来越深沉了，谦虚点嘛。来来来，好好好，那祝贺啊。来来，第三件喜事啊，就是我呢，虽然是个个体经营户，但是。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企业经营的蒸蒸日上。昨天，我接到了市工商企业协会的通知，让我作为优秀青年代表参加国庆大游行。嘿，让我们为这件盛事干杯！干杯！干杯！来，这是说到点子上。来，还有最后一件喜事儿，就是啊，田二哥。你不是就三件喜事儿吗？给漏了一件，就是我呀，跟吴亦如也要办事儿了。
哥，裴玉，裴元，裴元，行，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们说，我们哥几个帮你张罗张罗呀。现在有不宣布了吗？来吧，知青战友们，多哥！睡睡睡睡睡睡。读着诗笺，寄来的春天，花儿漫过。 无边的原野，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在这生命怒放的季节，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 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你老了，祖国年轻了。 强大的世界，无论潮起潮落，无论花开花谢，自信在风云变幻之间。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在这时候。